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我们为国语节牧师，我们谢谢主，我们都有一颗心志，就是在主来之前，尽我们所能的，主你所养给我们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主，我们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乃是在这里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你使用我，你炼净我。主，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成为一个活水流通的空管子，都成为活水的引站。一个人也是，几个人也是，一个团体或是个人，我们都可以为主流露从天上来的活水。活水有平安，活水有喜乐，活水有天上来的智慧，活水有圣灵的能力，让我们不但自己享受生与我们同在的甘甜与美好，同时我们可以透过小小的活水供应站，能够让我们身边周遭的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能供应给他们的是从神而来的福分。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祷告，也求主大大的施恩赐福给今天听到我们分享这异象使命的众牧者。主啊，求主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也没有高举任何个人或者是教会的名字，我们乃是愿意透过活水供应站，能够眺望起更多爱主的心，让他们能够不是关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这也很好，亲近主，进到至圣所，但是主你要他们走出营外去寻找迷羊，同时有从天上来的主你自己差遣的众使者四围安营护卫保守他们，也有圣灵的恩膏来膏抹他们，主要让他们真是能够尝到撒种的喜乐、传福音的喜乐以及收割的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保守活水供应站未来的日子，从我们现在的据点在基隆暖暖区幸福社区，从北到中到南，主要我们不知道未来日子如何，但是我们确实的知道，主你是为我们信心开道路的神，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这流来的河水，主啊，你要是让更多的更多人能够受滋润，能够生命复苏起来，心眼得开，新的耳朵新的眼睛都得以打开，而且活水供应站可以连接许许多多的教会跟许许多多的福音机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化起来，在灵里面，就像刚才牧师所说的，我们都有一颗传福音的心智，如何的能够又关顾自己组织内部的这些弟兄姐妹以及来到我们组织内部的这些新朋友，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心智，走到社区当中，走到外面，走到公园里，我们就要有合一的见证，彼此祝福的见证，彼此相爱的见证，求主来使用活水供应站。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所制作出来的这个布条标语，主啊，求你圣灵大大来膏抹凡是得到这个标语的哪一个教会，哪一位牧师或者是将来愿意带着这个标语能够去来经历主你的得胜的，都求主一一的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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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祷告山，